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 tune 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。988制作，11月11号，唔通正话个怪事同个古老传说有关？哎呀，晨早流流去完街市翻嚟就遇到啲咁荒谬嘅嘢噶，一定系自己唔够瞓，乱谂嘢。好，一于食咗个早餐就去瞓多觉。哎呀，唔得啊！一阵间仲要去学游水添，今日第一堂喎，唔知可唔可以唔去呢？嗬？不过我又俾晒钱，咁唔去又好似啊？民以食为先，食饱先算。食咩好呢？啊，一于就食寻晚食剩嘅蜜糖炸鸡。你边个啊？你肚腩啦？边有人嘅肚腩会识讲嘢噶？咪你噶咯？剛才我不出聲是因為我很累要休息，都是你害的，搞到我現在這麼肥屍大隻。你是鬼還是什麼？外星人還是寄生蟲？都說了是你的肚腩。是不是有人整蠱我？蛤？喵喵？阿仔？不用找啊，你要我怎樣證明啊？你讲得出我昨晚一个人吃过啲咩嘢，我就信你咯。哎呀，麻鬼烦！咁即系麻辣鸡髀两杯啤酒，一碟海鲜 XO 酱加麻蛋胡椒薯片，一包炒饭加蜜糖炸鸡，仲成只打包。哎呀，你真系我嘅肚腩啊！我忍咗你差唔多30几年，次次都俾我食埋啲垃圾食品啊 ！Six pack 细路。都不知道失踪了几耐，我真的很挂住我的 six pack 细佬。你不要咁伤心啦，我都不想拆散你哋噶，都是你的错 ，sorry 咯，系我唔啱。你啊，今天开始你就要吃得清淡，再做运动。唔得，冇得食。我会唔 happy 噶，垃圾食物唔食系唔会死噶，但系会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呢？夸张啲去啊你！你系个肚腩，你知咩啊？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出边有个女人咯，但系我又唔知点做啊！唔通真系要只眼开只眼闭咩？我越谂就越唔开心，我咪食多啲嘢咯，至少食嘢会令我开心啊嘛。因为听讲咧，个胃啊系最靠近我哋嘅心噶，只要个胃满足咗，个心自然就会满足开心。吓咩声啊？出电视啫嘛，使乜惊？部电视坏咗好耐噶啦。
你屋企系咪闹鬼啊？你都惊鬼嘅咩？鬼啊，都有鬼肚腩噶嘛，梗系惊啦。依家要点啊？点啊？梗系打死都唔出去啦。唔得，阵间有游水课，死都要去噶，唔可以嘥。我唔理啊，要去你自己去啊，我死都唔去噶。喂，死都要面对啊！喂，你个死肚腩啊！边有主人听个肚腩话事噶？咪你咯，唔好出去先，睇定啲情况。都好。定啲嚟，定啲嚟！你睇佢爬得咁慢，应该至少半个钟先至追到我哋啦。你嗱嗱临攞手袋锁匙出门啦，我喺度睇水。哎呀，肚腩姐姐，你唔行我点走啊？你以为你真系人咩？对唔住，你哋咪走。点会俾佢哋走呢？唔可以用爬啦，要跑。喺个枯井度咁耐，都好少用到对脚。哎呀，依家终于有机会发挥啦！哇塞，我临死之前都系短跑周数。哎呀，哎呀，终于可以起身啦！睇你哋走得去边？哎呀，出得门未噶？哎呀，你使咩紧张啊？你又话佢咁爬法至少要半粒钟嘅，有时间都唔代表可以咁拖噶嘛。系啦系啦，得啦得啦，等阵政治杀到你就死啦！哎呀，你呢嚿脂肪真系生脂肪唔生胆啊！睇下你啊，缩咗成三寸，吓，早知俾你睇到啲鬼片啊！肚腩，俾我你嘅肚腩！死开啊！死开啊！你我净系要你嘅肚腩。你黐线噶！你要肚腩嚟做咩啊？主人保护我。你梗系食寿司食到你老生草啊？定系你喺个枯井搵到傻咗啊？我喺枯井度日日都食啲蛇虫鼠蚁，冇啖好食。如果吃了你的大肚腩，我就更想无憾了。哎呀，大个肚腩主意，你咪死死啊！哎呀，主意，有今生冇来世，有肚腩就有我。主意，死啦！你哋死啦！嘘，咩声嚟噶？你咪以为咁就可以分散我嘅注意力啊？系我，我醒起啦，我仲未食早餐，肚饿添。等阵要食啲咩咧？不如锯扒咯，你唔系话食寻晚嘅蜜糖炸鸡嘅咩？系、哎，好彩你提我，唔食就嘥咗嗬。啲蜜糖炸鸡。真系好食，简直系天堂美食啊！真嘅，系啊系啊，仲剩低两只喺雪柜度。我请你食啊！唔该，唔使客气，我哋过去雪柜度攞。仲唔快啲走？睇下我哋肚腩伤痛咋？你肚腩呃我，走啊！咩事？仲未停地噶？前边，前边，九八八制作，鼓励唔到。
事都出埋嚟。头先个贞子就要肚腩，你只僵尸又要咩啊？哎呀，你去游水。啊，姜生乜你都想游水？老大，你自己知你自己事，你唔可以次次睇人兴乜嘢就买乜嘢做乜嘢，俾咗钱就一定坚持去上课。切，你只僵尸啫嘛，又唔系我父母，你理得我啊？你呢位师奶，你真系唔讲道理。睇你哋仲走得去边度？快啲交翻个肚腩俾我！你都要佢去上课？唔系，我太瘦啦，我要食咗佢嘅肚腩增肥。想教练我当摊米细猪，古太快啲跟我走啊！走咩？踩你的锁入本柜！你呢个肉干鬼，有路唔行学兔仔跳，你老师罚到上瘾啊！你咪以为你头发长长，战斗力强，快嚟食你嘅花生面啦！打打佢，打佢！中日大战好刺激，仲睇唔到？系喎，偷偷走，唔好俾佢哋发现啦！放开佢，放开先！你放开我先！你放先！好彩我哋走得快，安全啦，安全啦！去接的士啦，够钟上课啦！吓，唔去啦，我肚饿啦，想食嘢，又要食嘢，问过我先。喂，你而家系咪咁冇大冇细啊？你仲记唔记得头先边个救你一命？系边个主人养肥你噶？我知道是你救我，但是你都不可以这样威胁我的嘛。虽然我不是人，但肚腩都有尊严的。蛤？尊严？尊严是吧？唉，肚腩有尊严，那我条肠咪有自尊心？哼，伤心就有。你次次吃垃圾食物，搞到他啰啰乱臭到晕。哇，乜你哋咁 friend 嘅咩？佢有乜心事都同你讲噶。佢系我 BFF。Best friend forever， 你识乜嘢？仲顶嘴啊嗱，唔教训你都唔得嘅吓！我打你个肥肚腩啊，等你有气冇定头；我打你个屎啤胎啊，等你冇得驳嘴驳舌得人嬲。真有此理，你咪以为啊，你肚腩大你就大晒啊，我唔惊你噶。我净系想你面对现实，冇其他意思噶。就算系好意啊，讲话都应该有分寸噶。话晒。我哋都系同年同月生，将来都会同年同月同日死噶嘛，我哋要好好相处至得噶嘛，系嘛？系，明白明白。但系你嫌我长气都要讲噶啦，我知道你好锡我，我都好爱你，但系呢日日都唔俾我见太阳，俾我游水，会造成我心理压抑噶嘛？我听心脏叔叔话咧，我可能患上咗忧郁症。你使唔使咁夸张啊？肚腩都会有忧郁症。乜你唔知暴饮暴食或者唔饮唔食都系忧郁症其中一个症状咩？你而家讲我咪知咯。以前啊，你代表学校游水参加比赛，次次都攞第一嘅。你着住泳装一步一步咁行上台攞奖。我作为你当时嘅小肚腩，嗰阵时都不知几以你为荣。但系而家，唉。你都话系以前啦，而家都改变唔到啲乜嘢。仲可以噶，我哋去游水，坚持做运动。哎呀，我漏咗件泳衣喺屋企啊！啊，不过而家翻去攞咧，咪会撞见嗰两只中日冤鬼咯，嗬？去点咧？去买咪得咯，行啊！钱嘅咩吓？啊，呢间百货公司好似未嚟过嘅。你成日都净系顾住食食食玩玩玩，周围发生咩事你都唔知啦。喂，冚唪唥都贵嘢嚟噶，边买得起啊？快啲买翻件泳衣啦！喺前边啦，睇
太太你好啊，欢迎光临高尚百货公司，有咩可以帮到你啊？请问有冇卖泳衣啊？呢度泳装部啊，你话呢？你讲咩话？我系话，请你帮我揾件最平嘅连身泳装啊！OK， 你跟我嚟啊！好心你咪以为自己系人啦，喺度乱讲嘢。都好心你啦，买件泳装咁失礼。我边度失礼你啊？揾最平嗰件啊！啲泳装啊，几百年先至着一次，边使买得咁好啊？呢啲叫精明消费。况且我而家咁嘅身材，鬼见到都魂飞魄散啦、啊！唔好再讲鬼啦，头先仲吓得唔够咩？都唔知道近排系咪睇得鬼片多咧？啲鬼一次过咁涌晒出嚟嘅。Shut up！ 日头唔好讲，日夜晚唔好讲。哎呀，惊咩啫？呢度灯光火着，你惊有鬼咩？小心啲好啊嘛！太太啊，你睇下呢件点？哦，哎呀，呢件唔错喎。几钱啊？好平嘅啫，388。388咁贵？快啲买，快啲走啊！你个肚腩讲嘢啊？冇，你听错啦！你快啲帮我包起佢啊，唔该。你个肚腩，好得。做咩啊？佢有冇变晒嘅？最近你系咪睇咗嗰部咩《Train to Busan》啊？黐神啫！今次真系俾你急中啦！公司百货公司啊，仲快啲攞埋件泳装。跟住点啊？跟住食咗佢啊！大祸！咩事啊？全部收货员都变晒丧尸，好自私啊！你点用啊？哎呀！我要食咗你啦！丧尸啊！走啊！九八八制作，估你唔到。点啊？佢哋仲有冇追上嚟？应该冇啊。好在，如果唔系，凶多吉少。多谢晒啊，主人。多谢我啲咩啊？你为咗我搏命咁跑，我咁完咗之后都未见过你跑得咁快、啊。我结婚前咪有咯，而家过得一日咪一日咯。喂，做人积极啲，我靠你噶嘛。系啊，又杀到你啊！行大佬定系行仔啊？仲有冇追上嚟啊？有啦，好大只，好大肉嘅，快啲走啊，主人！哎呀，主人你见点啊？抽筋啊，哎呀，冻死我啦！总之平时就做多啲运动啊。点啊？冻死！看你今天真的见到难逃了，对不起啊。不要这么说，主人。他是下一世我都要你做我的肚腩。主人好胆爱你。肚腩主人都爱你。啲丧尸一个二个停晒喺度嘅，你睇下后边。妈，等低我你啊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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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点解啲丧尸咁惊个红衣细路女嘅？系红衣细路鬼嚟噶。
最近人口下降都是因为人怕生仔，加上啲细路好烦，难搞噶嘛。唔同呢班丧尸都是单身，唔想结婚一族，所以至咁怕啲细路鬼咯。哇，冇生两个喎，咪好巴闭？系噶。你做咩阻住我只脚啊？妈咪，我等低我。死啦！咁样缠住点得身啊？喂，你唔好掂我啦！好痕啊！主人，快啲谂办法啊！都叫啲法师嚟，你唔惊中鬼咩？我是但啦，佢应该嘅同事话，唔系揾啲佢中意嘅嘢氹佢咯。系喎。鬼拖埋只细路鬼嚟试装店啫，差唔多时间啦。咩时间啊？睇住你啦。妈咪，唔好抌低我啊！喂，哇，你捉劲喎！点解你会知道佢中意 white pink 噶？我的女都喜欢 white pink 啊嘛，佢哋依家咁红啊，有边个细路女唔封佢哋为偶像啊？我之前咧就喺呢个时段嚟帮我女埋单买衫，梗系记得啦。我嘅肚啊，担住把遮嘅精子啊，个日本鬼仲遮埋只僵尸添噶，几时佢哋变得咁 friend 噶？我哋一齐捉住你，然之后再爆钱塔，睇你最后跪边个？咁都得？你哋死硬噶啦！走啊！终于都到啦！真系要入去，唔嚟都嚟咗咯，快啲换件泳衣去啦！我咁肥，人哋一定笑死我噶。你惊人笑定系惊死先？有肚腩就唔系人啦，就应该俾人歧视啊！你唔爱你个肚腩，唔爱你自己，咁边个爱你啊？要人哋爱你，老公爱你，首先你就要爱自己。知啦知啦，使唔使一攞呢道理啊？喂，嗱嗱淋啦！我已经做好了，而家准备跳水啦！主人，你得噶，加油，你是最好的。咦，我嘅肚腩。cut， 古体、僵尸、政治呢场戏咧，我想你哋自然啲去演，表情啊唔需要咁夸张噶。我真系忍唔好忍啦！导演啊，我唔该你同嗰位大编剧小希小姐讲咧，佢写呢个古太嘅角色实在太难演啦，我 Lucy 演唔落去啊，系咁先，拜拜！都唔知咩白痴剧情同对白嚟嘅，肚腩都识讲嘢，仲叫个主人加油，黐线噶！Lucy 姐，唔好走住，俾下面咧，Lucy。第二集，古太张晓彤饰演，兔男罗佩莱饰演，贞子林素贞饰演，僵尸潘有才饰演，售货员兼丧尸黄君贤饰演。
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 tune in 九八八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九八八广播剧。